Mandarin Suzhounese 一一二两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 Therein 交流接连从前有那么只鹪鹩在车棚里搭了个鸟窝。一天，小鸟的爸爸妈妈为了喂饱自己的孩子，于是飞了出去找东西吃，就这样把小家伙都留在了窝里。你找接连口中是找错吧？我找几下没失误，所以随了几下肚子也找口，我搞了口里下羊子鸡找血白白，为这些羊我个第三家伙呢？爸爸妈妈非常辛苦。也飞到外头去寻吃食，回出来再预备个第三班班吃。搿日子搭来规矩，爸爸妈妈飞出去寻食仔，谁让个第三家伙呢，单独留了口里向。过了一会儿，鸟爸爸就回来了。哎，这都发生啥的？他说：“孩子们，谁伤着你们了？看你们都吓坏了。”不叫我认光。哎，鸟爸爸回出来子，回到口里向一看门。哎呀，发呆歪！这口见自家个伯伯啊，浑身发呆，面孔啊皱实着歪。叶爸爸眼睛问：“囡囡啊，你多少了要好得啥感觉啊？还是少年来欺瞒你多个咋？”哦，爸爸，他们说刚刚来了个大妖怪，他看起来好凶，好可怕呀！那双大眼睛盯着我们的窝，可吓死我们了。哎呦，爸爸爸爸，刚刚来自一只大野怪，扑是扑的嘞，那个眼睛慢慢都凶的嘞，盯了整几个口里向口。哎呦，好吓嘴呀，好吓嘴！明白了，鸟爸爸说，他上哪儿去了？他们嘟囔着说，他往那边下去了。哦，啥个桩事体啊？囡囡啊，根本你俺看见伊搿个大野怪，忙着挪他去在家。等着我，鸟爸爸说，爸爸会去追他们的，不用害怕我的娃儿，我会搞定他们的。于是鸟爸爸就追了过去。当他飞到一个弯道时，才发现在那逛来逛去的是头狮子。爸爸，哥哥懂眼光，那妈妈可没追他在。等等，你都别急啊，爸爸讲，我去寻上你，你都别好别担心，我去捉来你。说嘛，爹爸爸眼睛再出去，叶爸爸飞啊飞啊飞！不离看见在，这看见前头呀有只狮子，神气威严，摇摇晃晃，忙着前头了浪走。但鸟爸爸并没有胆怯，他落在狮子的背上，开始骂起来：“喂，你来我家干啥？”他骂骂咧咧说道：“还吓唬我的娃儿！”叶爸爸来得个用功，一点点不好，你飞过去，啪，落在狮子背心了，开口就问。喂，你有啥个事体到我屋里向来？你为地上要喊我个伯伯啊？那个狮子连理都不理，自顾自地往前走，这让平日嘴碎的鸟爸爸那叫一个气急败坏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少来这里晃悠。介绍个这狮子猜也不猜，这当不听见是鬼子，神君忙在里头了浪走。爹爸爸个来到有点气在，晃悠不猜我啊！如果你敢再来一趟的话，他说，哼。你就等着瞧吧，要是把我给逼急了，他抬起一只脚说道，我分分钟把你背给折了。可是我娃发毛站的，也不得为时不利的嘞。喉咙爸爸干，我当你讲啊，你不知道是谁是我带我屋里想去给我也警告你，如果你我到再来再要喊我个小伯伯，我疯了你说那个。爹爸爸一边讲的一边抬起一只脚，嘿，我也弄我个家，打头那个背量结果也试试弄。之后呢，鸟爸爸就飞回了鸟窝。没事了，孩子们，他说，我把那家伙给狠狠地教育了一顿，现在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说完嘛，爹爸爸重新飞出去，在客屋里下面眼睛安慰自家个小伯伯：“囡囡啊，你都别吓啊，我已经碰头子个大野怪子，我打这个家伙上子一口，尽敢攻击子。”嘿，那是个只大野怪，不过再来着，你都别吓，爸爸为了保你都给。